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内蒙的乌兰察布市，高速两旁的树叶已经黄了，非常漂亮。我们今天要去乌兰哈达火山，目前这是火山地质公园，但是它是免费的。下了高速还要走一截，三号火山那边那个路是单行线进不去，我们直接去六号。然后这个路啊，全是这种的路况，过来的全都是 SUV， 小车都绕去了，小轿车去绕行了，吓回去都怕托底。看前面，就是这是一个火山，这边是一个火山。我们到火山脚下了，乌兰哈达火山。哦，这还有骑马的，看到没有？有骑马的，人还挺多的。今天看这些车，全部都是来看火山的，人多吧？今天，现在这个景区还不收费呢，以后要收费了就。哇，这边就是火山，向火山进军，出发！看我儿子跟外甥他们走的还挺快的。哇，哪的车都有，河南的、天津的、北京的、山西的、陕西的，全都有啊！哇塞！登上火山去看一看，这边有骑马的。现在这个景区现在还不收费呢，以后就要收费了。这边还有卖烟花的。要从这个坡上爬上去，我就现在我就。这是租的吗？这一套多少钱呀？80哦。你是要去探险吗，小朋友？啊，看，站在高处往下看，哇，好壮观呀！哇塞，太壮观了！我感觉人和车辆到了这个大草原上，好渺小啊！那去那边看一看。我看好多租那个衣服的，穿儿童的衣服是80一套，成人的我不知道多少钱。这儿有两个火山，这儿有一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那个火山也有人爬上去。哇，你看这人，哇妈呀，这已经是今天四号了吧？我估计前两天人更多，这两天有的就是该玩正常的都已经去别的地玩了。我们前两天就看到这个，在导航上就看到了，然后他就是特别堵车就没来，所以选择最后几天来。这两天人少点了，来了还好一些，要不然人特别特别的多。哇，现在这人们都下去了，我也下去看一看。哎，我儿子跟我爱人找着了，他们三个去哪？太快了。还有好多那个卖这种烟花的，看到没有？这好像不是烟花吧？喷出来是带颜色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这都是什么东西？彩烟炮啊！这全都是卖彩烟炮的。去火山，我也下去看一看，因为我儿子他们都已经下去了。看没有？也有大人穿这个衣服啊，大人的。下去看一看彩烟炮，我以为是烟花呢，不是，卖彩烟炮的。哇塞，哇，好高啊，真的很高哎，快到了，往前走。哇塞，太高了，这个火山太高了，非常非常的高，好壮观呀！这脚下全部都是火山石。去找我儿子他们，又看不见他们了。刚才还看见了呢，这一会儿又看不见了。火山，我去大同那边也去过，大同那边也看过。大同那个没有这个高，去大同的时候，他那边是也没有那么多人，那年去大同，这儿还人真多。火山石，给大家看看这火山石什么样，我也看看。哎，这些火山石看看，全部都是这种带气孔的，这是火山石。
这个好像有的地方还用火山石，就那种大的火山石盖房子呢。然后它是冬暖夏凉，一会儿要捡一块火山石带回家。哇，这是一个火山坑啊，这下边看这个坑是不是挺高的，看看他们是不是上去了。我现在怀疑他们难道是要爬到火山顶上去吗？我感觉我爬不上去。站在这个位置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火山有多高。目前这儿还不收费，这是六号火山，周边火山挺多的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一直到六号。没来之前就感觉这儿特别好玩，来了之后就是看看这儿的火山地貌，看看火山石什么样，打个卡。这儿现在还不收费，以后听说要收费了，正景区正在建设当中。今天这一来没想到人还挺多的，大家个建议来这儿一定要穿上棉服，因为现在风大还挺冷的。